哎 我掉四阶外，太高会太高了，哦、太高太高太高了，你被超过杀了，杀墙的那个。你拿木想干什么？不搞挖钻石吗？我在挖丛林木。哎呦，所以哎呦，丛林木好高哎、欸，我觉得会不会死掉？三哎、欸，这里有三颗，你要下去种啊。钻石，那已经做撰稿了。好，我先做撰稿。这张地图、哦、你已经有可以撰稿了，诺。我做撰稿，我做撰稿。哎、欸，所以这个也是，就是也是十几层比较多钻石那种吗？嗯对沒有对没有有有有有有有吗还是有吗有有有有有你到底有还没有可是它是固定的、啊、固定的、哦、但是它固定的、啊、对、啊、但是它的地图底下矿物生成就是采正常状况、哦、地表那个是为了要辅佐大家为了不正常对、嗯、地表所以才会有六颗基本上好像六颗啦、嗯、所以要挖钻还是要去地底好不好去地底好没问题耶那等你，等你，等下，等下，我拿一点钟做火把。我现在已经搞了，在跟生存在玩了。我弄四个铁桩哦，所以还缺六个。好，墓碑这是铁镐。我应该要做一个斧头，对不对？够啊，砍树啊。你发现铁了？我、哦、不够了。谁挖树？啊！吵起来，吵起来啊！然后故意毁命，打架打架，乱他们乱他们，快乱他们快乱乱混乱混乱混乱，有人在对对，可以可以，有人一直往下挖了哈，对我在往下挖了，好好好，那我多挖一点石头，好，哪一个项目数？你有看到岩浆的时候跟我讲一下，好，我已经听到岩浆的声音了，这个是核心嘛，单核心嘛，单核心单核心，他的岩浆好像非常多。你到管道下面就有一堆岩浆。单核心，我们这个岩这个核心就是黑曜石覆盖，再撒上岩浆，啊、哦，感觉好好吃哦。左岩浆，那个黑曜石左岩浆，没错没错。黑曜石左岩浆，感觉可以、啊。哎呀，好吃。哎呦，好肥哦，九个骨粉才能种一棵树而已。你好烂哦！你赶快下来挖矿了啦！不要再我刚十个骨粉送两颗水桶你闭嘴！了不起啊你！我你弄几个？两套，两套。所以现在几？嗯，要沟通，要沟通，所以有六套了。六，差还缺四套。我继续挖。我换我换。对，这样铁桩应该都有了。好了，换完了。好。你装到那个村民前面有一堆箱子，自己翻着。好好好，等一下拿，等一下拿那个不行了吧？要打架的时候再拿。行。啊，秋风，你有撰稿了？我现在有撰稿，我做了一根撰稿了。他裸露的拿了，裸露的你还不挖好？那个我只看到那边三颗而已啊。哦，我们这边有三颗。那你还不挖一下？石镐可以挖钻石啊！啊，石镐可以挖钻啊！你挖给我看啊！要吵架了，要吵架，吵架吵架！好，我石镐挖钻矿，把它挖爆！没差，你挖！不要乱挖！好凶，好凶！不要收听，他激我！我挖了！你挖！不要！别冲动！挖了、欸！奇怪，这龙吟猫炮声怎么一直找不到？在哪里啊？你到底行不行啊？行不行啊？我都已经睡到你旁边了，哪边有岩浆的跟我们讲一下？不要激我啊！不要激我！所以哲平没有往下的洞是不是在哪里啊？有，我们在那个，我们在最一开始靠近沙墙那里，前面有那个熔炉，头城海岸熔炉，有看到。我一直把这个道路扩建成两格宽，挖边界。哎，对，红白更新商店有出附魔类的东西。地下水道就有岩浆了。附魔类的东西，我去看一下。他们说下水道有岩浆，哎，那要不要去装个岩浆？你们弄个黑曜石出来。要有铁啊，要有铁。嗯，给我们铁，现在还够。铁还蛮多的，我先上去一下好了。我去挖黑曜石，这里交的有铁，好酷。那起来还这么放心？啊，是谁 ？OK， 稳住住，反正那个多挖石头也是好事。我放一些牛排在其中一个箱子里面了。为什么会有那种剪刀的咔嚓咔嚓声？嗯，那个是有人的滑鼠声吗？我的键盘。哦，是键盘。是键盘声。我的键盘声，哎，你留一点铁给我，让我拿个。里面有16块铁，我只要再一个就好了。你啰嗦。
你为我就说我摘一个，你要跟我抢那一个，我一个都没拿，好不好？刚刚收好一个就没了。哦哟，他累格在我身上了。我天哪，你诬赖我！是不是累格？你怪我干嘛？你诬赖我！在场的人就只有你一个，我当然怀疑你啊。好像还有你怎么没有怀疑四五七那个？没有啊。好，不要吵，不要吵，间谍是团团啦。对啊，哎，团偷挖，你还说哪边有岩浆？团偷挖钻石，他也不讲。团刚还说半个安静的小孩就是乱做坏事。安静的小孩也中枪啊，怎么？你少来，你偷挖钻石没有讲间谍啊？没有，等一下，岩浆在哪里啦？偷钻石啦！等下偷他。其实小金没有来，就是偷了，偷了。哎，岩浆在哪？岩浆在哪啦？刚才我看到，我看到。为什么？水管这边，水管这边。哪一个水管？哎、欸，跟你讲，附魔还蛮赚的哦。直直的水管，直直的水管跳下去哦。这里有附下面附魔台还是需要用那个自己做的，但是铁簪啊或者其他都有办法换出来。这么好，好，等一下，我现在是不是应该要这样下去？然后會不會死附魔书最我觉得不错的就是尖刺衣，它有两颗钻石就可以换一本尖刺衣。嗯哦，哎、欸，好，尖刺反弹。感觉很赚，我来挖黑曜石哦。好，命真苦。团团，你不是有撰稿啊？我还没做啊，给你赶快做撰稿，你去挖黑曜石啊！哦，我挖黑曜石哦。哦，你有撰稿，你不挖黑曜石，你是小鸡哦。我想说，你是小鸡，小鸡还是那个代名词啊？对啊，还是负面代名词。团团，你今天很小鸡哦。你今天很小鸡哦。你小鸡不在，还要被嘴，有点难过。你帮他刷成这个。是哪里有岩浆啊？等一下，你在哪里、啊？不是说下水道吗？下水道有啊，不是说秋风那里。我正在挖啦。多挖一点啊。哦，结果是秋风已经在挖了。黑曜石不嫌少啊！你可以一起去挖啊！哎、欸，那个可不可以挖过去？挖过去了，水收起来。挖过去了，挖过去了，水收起来。这是我迷路了，等下这矿道也太复杂了吧？哪里有水？哇，下面那个好深的地方、哦，靠近沙洋沙墙这里有。沙好复杂。来，我们有一滩大水，可以直接钓鱼。多挖一点钻。钓鱼？哎、欸，对，钓鱼。十分钟了，不要钓鱼了、啊。没有，有二十分钟哎、欸哦，这投资钓鱼绝对赚啊！好，你们钓，但是我没有附魔书可以拿。附魔书就最多也是尖刺而已，钓鱼可以钓出强力士啊。对啊，这个大秘术啊。走。哎，怎么又倒一桶水下来了？没有，我在帮你上面堵水，我在堵水，等一下。越来越多水，越来越多。等我，快好了。对啊，其实黑曜石也不要把那个包太多。不然很难。会看不到、哦。不是，是他们挖进去有没有？就。因为他们挖掉也会捡到黑曜石啊，他们就随手放在头上。哦，嗯，所以就包一层就好了。两层吧。两层、啊。两层要多少个？我想一下，他那个是大的。出来了。哦，这哦。来，小雨数学能力最好了。没有啊，我数学最烂了。我高中数学被当两年半哎、欸。妈的呀！你不用说出来，你竟然讲出来了。没关系。数学被当两年半、欸。我们要的只是大学的数学，高中不管。哦，可是大学我只有一学期微积分。哎、欸，他们有讲哎、欸，他们有沟通。我挖好24颗，叠两层。好，24颗，24颗。对面讲的，对面讲的。谢谢对面，24颗，24颗。谢谢。帮我们算数哎、欸，对战术指导，战术指导。谢谢。战术指导，彼此互相学习，互相成长。所以他那个24颗，24颗。有铁稿吗？我有。哎、欸，等一下，不是我们在问的，不是我们。我们有嘴巴，我们有嘴巴。秋风我来了，你在哪里？可是我这里没有那个嘞。好，你没了、哦。没有水，这里很多岩浆，可是我现在没有水了。啊，好，你带个水桶水来，好不好？我带水过去，你挖28个，我们说不定还可以做附魔台。好，上面有你来了，上面有甘蔗跟那个吗？皮革没有啊？把水收走了，因为它附魔台15个了，附魔台还是要、欸、他们要附魔哎、欸，你看他们有，他们有用附魔台吗？对啊，他们有皮革，我们就一定有啊。找一下吧，
找一下，找可能是在洞窟的某个地方有。秋风，你是从下？我觉得应该不会在洞窟里，会藏成一只牛啦。上面滑下来的，也可以从底下进来。哎，我已经走下来了。我觉得洞窟挖一挖，应该是挖不到一头牛啦。搞不好他洞窟里面藏甘蔗。不会，一定在地表。都要这样。下水道下来，好，长在下水道的甘蔗。欸，下面的铁好少啊，挖快挖到了，這個，都没有铁啊！你们，峰哥，你要锋利武的剑吗？哇，你们就可以直接讲了，你们一定是作弊，哈哈，不然哪来的锋利武？是啊，太好笑了！哎，这边到秋风是哪个方向吗？我不知道。哦，给我铁。算了算了，你不用来了，謝謝，不用来了，你自己随便弄好不好？我已经挖。好好好，你自己随便弄。好，我自己。不需要你啊，不需要你啊，间谍。不需要你了，不需要你了。好好好，行。可以。我已经放弃侦查了。欸，完了完了，我们这个末都吵成一团了。你买书柜，打掉书就有，打掉书柜就有书了。哎，欸，对哦。也不需要理由，干这种。感谢超级留言，聪明呢。那个观众留言的，我知道，我这边也是观众留言的。我这些老手都不行了，真的，对啊，还拍什么生存？对啊，都不知道在搞什么笑，什么中介龙之后，这都不懂。我懂啊，我哪有不懂？是我最先讲出来的，你明明是观众，观众说的，我这边观众也有讲啊。我最早讲出来的，你还不是靠观众？真羞死。打架打架了，打架打架了，不开心了，开战了，无尽的战斗，再一次邂逅，不要还没死，打架打架了，我记得我这边还是可以用指令，可以 kill 泽平，为什么？哎，他其实底下的铁真的感觉不多哎。哎呦，我看一下，哇，这里好，钻石用石头换。你们有挖到钻吗？没有哎，欸，我没看到钻石，没看到。我已经挖超久了，很多岩浆。对啊，我看你们地下都。哇，下水道好大坑哦，我要想办法上去了。哎，欸，秋风这边，你在哪里，啊？哪里？你刚刚挖哪里？地钥匙那边。好，回来了。这边。不要乱攻伤别的游戏啊！麻一下。秋风上面，这里要怎么直接上去？我这哎，秋风回来，后面这里哦，这里，好，我有24颗，我挖了24颗，28，我们要做那个，啊，那个没有水不够，那个会那个会被会被淹到，淹到，我们不要再剪头发了，这边又上去了，你超像在剪头发，剪什么头发？头发快没了，剪刀要没了。我上次在剪片的时候就觉得这个怎么一直有咔咔咔？哎，我要掉下来了！我怎么掉下去？我不知道为什么旁边是空空的。看一下哦，书柜一个铁锭。好，我做一个书柜。哎，材料不够。哎呦！哎，对不起，我在我这边在有吗？有障碍，没有挖。旁边有楼梯啦，旁边六，刚刚走那边。这边你头上铁一堆也没挖哎。间谍抓到了，对啊，你才是间谍，六颗铁。我刚刚在做铁梗，你这边是18个铁，你不要间谍，有没有人要间谍？你先帮大家稍微做盾牌吧。这是一个转移，挑拨离间，还缺几个盾牌？哎，我真的上不去，哪里有楼梯啊？我姑这边没有盾牌，帮他做一个。我没有木头，我没有木头。我有。我觉得这边树可以多先让它长出来，这样到时候有缺的话就可以直接。我上去。对啊，欸，那种树的，种树组，小雨，你下。哦，终于上来了，好痛苦哦。红石机关组的包里面一个红石都没有。核心在哪边？烂透了。什么东西没有？我有挖到12个红石。你换什么？